韩国宪法法庭历经三个月的聆审程序之后，昨天就朴槿惠闺蜜干政丑闻以八票一致通过总统弹劾案，立即罢免朴槿惠，让这名独裁统治者的女儿成为韩国史上第一名被弹劾下台的民选总统。根据韩国法律，一旦弹劾通过，韩国必须在6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选举委员会主席金永德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当局正在积极筹备选举的事宜，预计最迟在5月9号举行选举，并强调将秉持公正和透明的理念举行选举。늦어도5월 9일까지는새대통령을선출해야하는국가적으로매우중요한시기입니다지금까지나타난이번까지여러가지갈등들이이번선거를통해더고조되고선거관리열례역시엄중한상황속에서치러지는이번선거의의미를무겁게인식하고헌법으로부터부여받은소임을다하여엄정하고공정하게관리할것입니다朴槿惠遭到弹劾，狼狈下台，朴派支持者自然激动，成千上万人齐聚首尔高声抗议，谴责这一连串事件藏有政治议程。지금이태극기집회현장에나온것은박근혜대통령탄핵이법치에의해서된게아니라정치적판단에의해서이루어졌다내앞에서불행히도내동료가두명이나그자리에서쓰러져서죽는것도나도봤고나도구사일생으로그자리에서경찰몇가지를잡고目前暂代总统一职的总理黄教安会不会参与总统大选，成为民众茶余饭后的话题。而根据法律，黄教安若铁定上场，就必须在选举前的一个月辞去总理的官职，方可参选。